到咗六合彩嘅时间，今日系九月十二号星期二，由我罗雪妍同大家主持第103期嘅六合彩现场教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总额，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6517万。由于连续四期嘅头奖冇人中，所以系由累积多部奖金2696万，而投注总额嘅15%，亦即系97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教主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蓝国庆 MH 太平绅士，同埋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香港南区妇女会主席林玉珍 BBS MH。欢迎晒两位，介绍一下受惠机构啊。香港南区妇女会成立于1975年，宗旨是维护妇女权益，为妇女、儿童、青少年及其脑提供教育福利及推广文化艺术。2023年2月成为政府受资助福利服务单位，除了石排湾学前儿童课余托管中心之外，更设立互助幼儿中心及综合服务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为0至9岁的幼儿及儿童提供弹性家居照顾服务。由1980年至今，开办芭蕾舞及中国舞专业舞蹈课程，培养无数专业人士。如有任何查询，欢迎致电2553-7121。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将会举行，大家电视机荧光幕会见到一部六合彩嘅搞珠机。1至49号嘅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可以即刻开始第103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出嚟嘅号码系12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2。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32号 ，second draw number is 32。第三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5号 ，third draw number is 16。第四个搞出嚟嘅号码系4号 ，fourth draw number is 4。搞出嚟嘅号码10号 ，fifth number is 10。
搞出嚟嘅号码三十号 ，safe train number 830。出嚟嘅特別號碼十四號 ，H number is 14。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有四號、十號、十二號、十六號、三十號、三十二號，而特別號碼係十四號噶。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嚟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買會六合彩嘅網頁。好啦，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唔該曬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藍國慶 MH 太平紳士同埋林玉珍 BBS MH， 唔該曬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咗大概15分鐘之後，大家就可以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見，拜拜。